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十二，为什么娑婆世界众生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娑婆世界众生的第三恶、第三痛、第三烧、第三善。佛言其三恶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共居天地之间，处年寿命无能几何，上有贤明长者，尊贵豪富，下有贫穷私贱，汪劣渔夫，中有不善之人，常怀邪恶，但念淫逸烦满胸中，爱欲交乱，坐起不安，贪欲守息，但欲堂德，免赖细色邪态外溢，自其厌憎死亡出入，废损家财，视为非法，交结聚会，兴师相伐，攻劫杀戮，强夺无道，恶心在外，不自修业，盗窃去德，欲积成事，恐是破邪，归己妻子，自心快意，极身作乐，或于亲属不必尊卑，家事中外患而苦之，亦复不畏王法禁令，如是之恶助于人鬼，日月照见，神明济治，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三大恶、三痛、三烧，勤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畏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环之道，是为三大善也。我们先把这段经文翻译成白话文。佛陀说，其中的第三恶是说这世间的人民本是相互依靠共生的，大家共同居住于天地之间，在世的年龄寿命并没有多少，但是无论在上的贤明长者、尊贵富豪之人，还是在下的贫穷下贱邪僻恶劣愚笨之人，甚或是居中的不善之人，大家都常常心怀邪恶，心中都有邪淫放荡之念，烦满胸中，身心渴求，爱欲乱交，常会因此坐立不安，意念中常贪求得不到的，再有控制自己已拥有的，只想能不费吹灰之力白白获取一切，目光乱瞟，搜寻美色，淫邪之态时时从身心流露出来，业证自己的妻子为了个人的私欲挥霍无度，浪费损毁家财，甚至做出犯法的事情，结交恶友聚会，兴师动众，互相讨伐，攻打抢劫杀戮，强抢财色，不讲道理，罪恶的心行时时显露在外，不想自己辛勤创立事业，以盗窃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或想要靠武力打杀来成就事业，用势力恐吓、压迫、威胁别人，将担惊受怕留给妻子儿女家人，放纵心思，满足抑郁，竭尽其身体所能寻欢作乐，或者在亲戚眷属中，不管尊卑上下、族人家人、内外朋友，全都受其祸害而苦恼，也不敬畏王法禁令，这样的罪恶在听天白日朗朗乾坤下昭然若揭，人鬼都能清楚地看到，日月之光都能照见，他的神识也清楚明白地记录下来，因此之故自然会有三途果报，无量的痛苦烦恼等着他，一旦辗转在三途恶道，世事礼节没有出来的时日，难以得到解脱，痛苦到难以言说的程度，这即是此世间众生的第三大恶、第三痛、第三烧。
如此无休止的痛苦，就好比大火正在焚烧人的身体。如果有人还能在其中专心调伏、净化自己的心念，端正身心行为，独自做各种善事，不随众作恶，此人既可独自从恶痛烧中度脱，不仅可获得善报带来的福德上升天道，甚至能获得从轮回中解脱的如来涅槃之道。这就是此世界人及众生的第三大善。以上是佛归纳人类的第三恶、第三痛、第三烧、第三大善，即每个人心中都有邪淫放荡之念，常为渴求爱欲乱交而坐立不安。人类来自于淫欲，常说食色性也，即淫欲似乎是成熟的人类本能的欲望与渴求。但对美食，人类吃饱后还能克制其诱惑，但淫欲之心却是时时泛滥。人世间每天不同男女共处于天地之间，如果人不加克制自己的本能反应，放任心性，一定是目光乱瞟，搜寻美色，时时邪淫姿态毕露了。故中国古人说，君子发乎于情而止于礼，但世界之人多数不加克制，尤其是现在互联网时期，情缘易手。如果一个人放任淫念，如嫖娼、乱搞男女关系，不只会引发妒忌、怨恨、报复，还可能造成不负责任的怀孕、堕胎，感召杀业成熟，引发种种无法治愈的传染病。光邪淫一种习气，就能使一个人所有的恶习爆发，恶果成熟。邪淫能使人的妒忌、嗔恨、抱怨、怀疑、占有、征服、掌控等欲望加重，情见加重，使人在情感中遭受种种痛苦，或者给别人带来痛苦。我们看到，有淫心带来的妒忌，能使一个很善良的人杀心动起，故中国古人才有万恶淫为首之说。如果前面的第一恶、第二恶，众生还会隐藏于心，悄悄作恶，那这第三恶即是公之于众的恶行。有人公然交接恶友，聚成帮派，黑恶势力，称霸一方，靠烧杀抢掠、武力来成就事业。在这个世界，这种行为大的有国家霸权，小的有文明的黑社会组织，他们不怕因果，不忠天理，不敬王法禁令，青天白日，朗朗天空之下，便能公然犯下令人发指的罪恶。其实目的只是为了自己这一世短暂的一点利益，放纵欲望习气，竭尽身体所能寻欢作乐。一个人公然与社会、法律、公共法则对着干，公然与社会共同的道德良知为敌，家眷朋友跟着担惊受怕受伤害，他做的恶迟早会果报成熟，而且受终后一旦堕入恶道，再无出期。这即是此世界及人类的第三恶、第三痛、第三烧。如果有人能在其中受摄淫念，端生正义，不随众恶，自利利他，即为第三大善。所得到的利益是，不仅能获得福德善报上升天道，如果学习佛法，还能获得从轮回中解脱的涅槃之道。我们接着看原经文。是娑婆世界众生的第四恶、第四痛、第四烧、第四善。佛言其四恶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转相教令共为众恶，两舌恶口妄言绮语，馋贼斗乱增及善人，败坏贤名，愚谤快喜，不孝二亲，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横行威势，亲易与人，不能自知，为恶无耻，自以强健，遇人竟难，不畏天地神明日月，不肯作善，难可降化，
自用眼睑未可长耳，无所忧惧，常怀骄慢。如是众恶，天神既至，赖其前世颇作福德，小善福皆迎护助之。今世为恶福德尽灭，诸善鬼神各去离之，身独空立，无所附依，寿命终尽，诸恶所归，自然破促，共去夺之。又其名籍记在神明，央就牵引，当往去向，罪报自然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祸，身心摧碎，精神痛苦，当思之时悔复何及。天道迥然，不得搓跌，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四大恶，四痛，四烧，勤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行，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环之道，是为四大善也。我们先把这段经文翻译成白话文。佛陀说道，其中的第四恶是说，这世间的人民起心动念不是想着修善，而是互相教唆，想着怎样共同做各种恶事，搬弄是非，背后说别人坏话，说假话，说轻浮挑逗的话，谗言贼害，争斗祸乱，憎恨嫉妒善人，诽谤败坏贤明，一旦得逞，看别人烦恼痛苦，自己却在旁边偷偷的幸灾乐祸，不孝顺父母二亲，轻视慢待老师与长辈，对于朋友不讲信用，很难有诚实的时候，自视为尊贵，轻慢别人，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有理，横行霸道，威势压人，侵犯别人不能自知，做恶事而不知廉耻，自认为自己强健有势力，想要获取别人的敬畏，不敬畏天地神明日月，不肯为善，难以降服教化，刚愎自用，骄傲蛮横，自以为可以永远这样，无所忧虑畏惧，常怀骄傲轻慢，这样多的恶业，他的神识都自然记录下来，靠着他前世做了不少福德之业，此事才能有小的善报来扶持结迹，营救保护帮助他，等今世所做恶事令福德全部消耗没有了，各种愿意护持善报的鬼神一个个都离开他，他的身形只能孤独空立，不再有什么可以依靠的，等到寿命终尽的时候，各种恶报聚集于一起，自然逼迫促使各种恶果共同成熟，夺走他生前的荣耀。另外，他的名籍记录在神识之中，被祸殃罪恶的业力牵引，将去往恶道转生，罪报自然发生，没有办法舍弃脱离，只能前行，没有退路，进入大火祸汤之中，身体被摧毁破碎，精神备受痛苦，在这个时候后悔又能怎么样呢？天网恢恢，不会有一点食物，因此之故，自然而有三途果报，无量的痛苦烦恼，如果辗转在三途恶道，世事如此受苦，经历礼节的岁月无有出期，难以得到解脱，痛苦到难以言说的程度，这即是此世间众生的第四大恶，第四痛，第四烧。如此无休止的心情痛苦，就好比大火正焚烧人的身体，如果有人还能在其中专心调伏，净化自己的心念，端正身心行为，独自做各种善事，不随众作恶，此人即可独自从恶痛烧中度脱，不仅可获得善报带来的福德，上升天道，甚至能获取从轮回中解脱的如来涅槃之道，这即是此世界以及众生的第四大善。以上一段经文是佛总结人力的第四恶，
第四痛、第四烧、第四大善。即有些人里起心动念都是怎样做各种恶事，喜欢搬弄是非，说别人坏话，看别人倒霉而后快。现在大家每天都在互联网上看到各种八卦新闻以及评论，有时将某人的一点点小事添油加醋传得天下皆知，传播之人的邪恶用心大家都能看出来，但仍然有人在其中附和，幸灾乐祸，巴不得看别人倒霉的心态，真的需要有些人赶快反省一下。而且大家不孝顺，不尊敬父母、老师、长辈，虽说大家在本性上是平等的，但如果不讲人道的伦理道德，还怎能算在人道呢？对朋友无信用，不诚实，自视尊贵，我慢，总认为自己有理，从不反省自己的过错。这个大家常说，看别人身上的错很容易，但看自己很难。其实不是难，只是自私，不愿反省改过，遇到事自以为尊贵，我慢，强词夺理。一旦有权有势便横行霸道，喜欢威势压人，侵犯别人，都不能自知。而且很多人做恶事不知羞耻，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本事。这条恶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常见，人一旦有权有势，如果没智慧，便会喜欢威势压人，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甚至横行霸道，做恶事不知羞耻，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本事。说到这儿，大家眼前是否有历史上许多贪官污吏的形象？但我们如果在其位，会做得更好吗？想要获取别人的敬畏，自己却没有什么本事值得别人可敬畏的。很多人都想获取别人的敬畏，尤其是有权有势之人，但却不反过来想一想，自己内心何时真正敬畏过谁？展示出的溜须拍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得失，一旦对方时事倒霉，怕受牵连，马上就与对方撇清一切关系，不落井下石已是良善之辈了。至于因果、天地、神灵，面对自己私欲的满足时，马上抛之脑后，自私自利，放纵习气欲望，不肯为善，难以降服教化，骄傲蛮横，自以为可以永远这样下去。佛说，有些人的恶报未来临，是因为前世他做了不少福德之业，此事才有小的善报来扶持救济、营救、保护、帮助他。一旦今世所做恶行恶事，令以前成熟的福德消耗没有了，他的恶果就熟了，不仅夺去他所有的荣耀，死后可能还会转生三恶道，进入大火祸汤之中，身体被摧毁破碎，精神备受痛苦。别说投身到地狱恶鬼道，即使投身到畜生道，做了鸡鸭鱼羊牛等动物，他们凄惨的命运我们都能看到，人类有谁会真的可怜他们这些动物呢？他们的命等于人类的一盘菜，也许每只动物都曾做过人类，大家轮流成为对方口中的菜而已。这即是人类的第四大恶、第四痛、第四烧。如果在这种新型环境下能松懈心意，断恶修善，不随众一起作恶，即是这世间的第四大善。我们接着看原经文。五，娑婆世界众生的第五恶、第五痛、第五烧、第五善。佛言，其五恶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惰，不肯作善，自身修业，家世眷属饥寒困苦，
父母教诲嗔怒怒应，严令不合违逆反逆，譬如怨家不如无子，取与无节众共患厌，负恩为义无有报偿之心，贫穷困乏不能复得，孤教纵夺放资游散，串述唐德用字振己，丹酒嗜美饮食无度，四心荡逸鲁户抵突，不失人情强欲意志，见人友善妒忌恶之，无义无礼无所顾难，自用时当不可见小，六亲眷属所资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意，心常念恶，口常言恶，身常行恶，曾无一善，不信先圣诸佛经法，不信行道可得度世，不信死后神明更生，不信作善得善，为恶得恶，欲杀真人斗乱众僧，欲害父母兄弟眷属六亲憎恶，愿令其死，如是世人心意俱然，愚痴蒙昧而自以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仁不顺，恶逆天地，而于其中希望侥幸，欲求长生，会当归死，慈心教诲令其念善，开示生死善恶之趣，自然有事而不肯信之，苦心与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穷方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挥阔杳冥，浩浩茫茫，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自当知无谁待者，树之自然应其所行，央救追命无得纵赦，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用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俱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是为五大恶，五痛五烧，清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所语如语，心口不转，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我们先把这段经文翻译成白话文。佛陀说道，其中第五恶是说，这世界的人民徘徊不定，懈怠懒惰，不肯做善行累积福德，也不肯自律创立事业，依托他生活的家时眷属全部饥寒困苦，若父母教诲，这一憎恨愤怒想回应，对父母的言语教育不能接受，抵抗叛逆，像冤家一般，父母伤悲不如没有儿女，没有节制的挥霍浪费，众人都被祸害而厌恶他，亏负恩德，违背道义，受人恩惠从没有报答之心，最终变得贫穷困乏，再也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以及不劳而获的资财，与人与事斤斤计较，强行抢夺，放纵自随，游手好闲，散漫懒惰，屡次想要不劳而获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沉湎酒色，饮食没有节制，肆意妄为，放荡不羁，对人粗鲁骄横，常与人抵触冲突，不愿了解人情道理，想要强力抑制别人以让自己出人头地，见到善人善事就嫉妒憎恨反感，不讲道义，不遵守礼仪，从不顾虑别人的角色与难处，自以为是，认为一切都是当然，不接受谏言消愈，六亲眷属有没有足够的生活所用资财，不忧虑挂念，不思维父母的恩德，不重念老师和朋友的好处，心中常生恶念，口中常说恶语，身体常做恶行，从来找不到一点善处，
不相信先圣诸佛的经法，不相信修行佛道能从世间解脱，不相信死后神识会记录一切并轮回转世，不相信做善得善报，做恶得恶报，甚至想要杀害得道的真人，挑拨离界，引发众生争斗骚乱，想要加害父母兄弟眷属，令六亲憎恶，都希望他早点死掉。这样的世人心性和念头都是这样愚痴蒙昧，却自以为智慧，不知道生死从哪里而来，也不知死后去往哪里，不仁慈不孝顺，做出违逆天地常情的恶行，却在天理昭昭之间希望能够侥幸逃脱因果罪罚，还想要求得长生，总会有走向死亡的一天。慈悲心教诲他，希望他一心向善，向他开示生死轮回善恶果报的义理，这些都是自然而有的，却不肯相信，苦心对他讲说，他却不能从中受益，心中被邪见闭塞，思想意识不能明白理解。等到寿命将要终了之时，悔恨与恐惧交集而至，不预先修善，临到走投无路才后悔，后悔也太迟了，一时又能改变什么呢？天地之间五道的存在是分明的，宽广空阔，深远幽冥，浩浩茫茫，善恶的报应，福祸的承受，只能自己以身承担，没有谁能够代替，这些都是自然的定数，果报熟了自然实行，祸殃恶报追随命运，没有片刻得以舍弃。善人行善，从乐处还入到乐处，从光明处入到光明处，恶人行恶，从苦处入到苦处，从黑暗处入到黑暗处，这些谁能知道呢？唯独佛能够知晓。佛的教育与开示，相信且能实行的人少，生死轮回不休，恶道长存不绝，这样的世人多到难以数尽。因此之故，自然有畜生道、鬼道、地狱道三途果报，无量的痛苦烦恼辗转在恶道三途，事事如此，经历礼劫的时间没有出期，痛苦到难以言说的程度，无法得到解脱，这是第五大恶、第五痛、第五烧。如此无休止的辛劳痛苦，这就好比大火正焚烧人的身体，人还能在其中专心调伏净化自己的心念，端正身心行为，言行一致，真诚对人对事，说到做到，不会口是心非，独自做各种善事，不随其他人作恶，此人即可独自从恶痛烧中度脱，不仅获得善报带来的福德上升天道，甚至获得从此世界轮回中解脱的如来涅槃之道，这即是此世界以及众生的第五大善。以上这段经文是佛总结人类的第五恶、第五痛、第五烧，即这个世界的人民散乱，没有恒久的激情与能力做事，而且还懈怠懒惰。我曾见一个人好赌，希望靠赌博一夜暴富，把家中的钱财全输光了，还想能再赌一把，把输掉的钱赢回来，便向亲朋好友四处借钱，撒谎说是投资做生意或家中有急用。他父母曾有一些功德，帮过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这些人看他父母的面子，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给他钱，但他把拿到的钱又输掉了，慢慢亲人朋友也都唯恐避之不及，令父母都无颜见人。本来有份工作，但他嫌辛苦，而且人际关系紧张，也辞掉了。
还早早就交了女朋友，未婚就生下一个女儿。结婚后，女朋友不幸染病，在家不能上班。父母快70多岁了，还养着儿子、儿媳与孙女。这儿子脾气特别暴躁，对父母的所有教育逆反。这位老父亲在我面前痛哭流涕，说自己造了什么罪孽，养了这样的儿子，还不如没有儿女。看到这一家人，我便想到佛以上说的这段经文，真的是一点不差。经文中说人懈怠懒惰，不肯自律创业，依托他生活的家时眷属，全部饥寒困苦。父母教诲，趁恨愤怒，抵抗逆反，像冤家一般。父母伤悲，还不如没有儿女。众生多必祸害而厌恶他，受人恩惠，从无报答之心，最终变得贫穷困乏，再也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以及不劳而获的资财。是啊，懒惰现代之人总想不劳而获，意外暴富。就像上面这家人的儿子，赌博日久，有了毒瘾，心性扭曲，觉得大家都看不起他，不去改正自己游手好闲、散漫懒惰的毛病，反而与人与事斤斤计较，抱怨国家政府，还沉溺酒色，饮食无节制，放荡不羁，对人粗鲁骄横，不愿了解人情世故的道理，特立独行，想要自己与众不同，出人头地，而且见到人行善就嫉妒憎恨反感，说人虚伪，见到别人有钱也仇富，好像别人的钱都是抢了他的。在生活中，我们还见到一些人不讲道义，不遵守礼仪，说话做事从不顾及别人的角色与难处，非常自私，还自以为自己是活得真实，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建议，即使他认为是对的，但与心情太恶劣，不愿轻从。家中生活困苦，他从不忧虑挂念，父母养育之恩，老师教育恩德，朋友的友谊，他心中无半点畏惧，心中常生恶念，口中常说恶语，身体常做恶行，从来找不到一点善处。听到佛说的这几句开示，我想起一句话，天要亡人，辟邪使人疯狂。如果一个人身口意全是恶，那真的是天要亡他的征兆。而自私邪恶的人还特别怕死，希望自己长生不老，但他不信因果轮回，不信先圣诸佛所开示的一切道理。而且佛说的这个杀害得道真人，挑起僧众争斗骚乱，也会发生在寺院出家的恶僧身上，因为妒忌或为了争名闻利养，恶念动起。看到人类的这些恶，我们也会了解无界地狱这一恶道是怎样形成的。曾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个恶人掉入地狱，在无尽的苦与恐惧中，他忽然升起一念忏悔，祈请观音菩萨救拔。观音菩萨想寻找他曾做的一件善行，这能令他在黑暗中有些光明，看到菩萨的化现。但他生生世世都是为自己活，围绕自己的利益精打细算，唯一做过的一次善行是救过一只蜘蛛，当时没有求过回报，也没有算计过得失。菩萨便立即化现一只蜘蛛，吐出一根长长的细丝，垂到地狱。此刻，那个人即在无限的黑暗、寒冷、恐惧中，忽然看到一条细细的、温暖的光线，照进了他存在的空间。在光明中，他发现了一根绳子，他马上抓住它，向光明的源头攀爬。就在他快要爬出黑暗的时候，他发现他脚下有一些人也在抓着这根绳子往上爬。
他勃然大怒，他曾经的生生世世从不会用自己的善报来帮助别人，故他大吼大叫，这根绳子是我的，是我发泄的，你们放手，而且努力用脚蹬那些人。这时绳子断了，他又掉入更深的黑暗深渊。观音菩萨轻轻叹了口气说，你为何要如此愤怒呢？你只有这一点功德，现在也没有了，浪费了你在地狱最珍贵的一念忏悔。他为何会愤怒呢？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身口意一直全是恶念、恶言、恶行，放任自己的习气欲望，即使一时忏悔甚至改过，在有事情触动时，恶习可能还会复发。何况他还只是想通过忏悔离苦得乐，并未反省苦的根源是自己的恶习，并从内心真正愿意改过。所以众生比较严重的恶习需要经常反省改过，持之以恒，坚持断除，才能彻底干净。以上是佛说的此世界众生的第五恶、第五痛、第五烧。如果有人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收心摄意，断恶修善，即为此世界的第五大善。平时我们大家可能都认为自己是个善良的人，坑蒙拐骗、杀人放火等伤害别人、犯法的事自己都不会做，所以将来一定不会堕入下三道。但在佛上面开示的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了众生的心行，杀心、欺骗、妒忌、诬陷、吝啬、贪婪、偷心、邪淫、巧取豪夺、偷盗、巧拨、教唆、幸灾乐祸、暴语、骄慢、不惧因果、懒惰、不知感恩、放纵恶习、不信因果、不信佛法、愚痴等等习气，几乎是娑婆世界所有众生且伏的恶习。佛立足人道，把由此产生的恶归纳为五大类，而且每一类都比前一类更放纵这些恶。正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有这些恶劣的心行习气，这个世界才会有巨苦到令人发指的地狱、畜生、恶鬼三恶道。正因为众生有这些恶劣的习气欲望，众生才在巨苦之中挣扎煎熬。众生只要未从时空中觉醒成佛，只要还在娑婆世界放纵邪念、放纵习气欲望，导致的苦果随时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因为所有众生绝不且伏有这些恶的心行习气与欲望，故我们这个世界在十方世界被评为巨苦之地，又称五浊恶世。但如果有人在此世界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还能行菩萨道，不止自己能收心摄意、端正身心行为，不放纵自己习气欲望，甚至还能帮助别人，广做善行功德。佛比喻说，那这个行菩萨道的人如坐在大火中，火焰正焚烧着他的身体，他还能做到端身正义，独自做种种善行，绝不随众作恶，一直坚持到轮回解脱，这即可称这世界的大善。但这个比喻也是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世界断恶修善、行菩萨道、成道的艰难。所以诸佛常把我们这个巨苦的娑婆世界称为三界火宅，菩萨们修行称为火中取莲。佛的这段五恶、五痛、五烧的经文说得很简单明白，我们生活在人道之中应该都能听懂，甚至可以对号入座。佛在以上经文中对着无量无边大菩萨以及人道已拥有神通不再有烦恼的阿罗汉们，用大量言论来谈娑婆世界众生之恶。这些菩萨都是发愿在娑婆世界救度众生的。我们从本经的一开篇即看到对这些菩萨们的介绍与赞叹，赞叹他们的阅历与品德，
详尽地了知娑婆世界众生的心行，才能对机导引救度。大家常在佛经中看到诸佛见面互相的问候是：身体安康吗？众生好度吗？现在释迦牟尼佛向大家介绍在娑婆世界度众生的情况，谈人道心行的恶劣，并不是说这个世界很坏，人性很恶，厌恶这个国土，对这个世界众生失望绝望透了，只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国土中，大部分众生行善修道，从时空中解脱叫辛苦艰难，而在西方极乐世界中，众生能在安乐中快速成佛。所以我们听完佛对人力恶的介绍，千万别会错佛意。有位师兄学完无量寿经，马上成了一名奉亲，逢人便说，佛在无量寿经中都说我们这个世界寒灵蠕动之力的众生都且服恶念恶行杀气，人性本就是恶的，而且别人做任何善行，他都觉得对方习气欲望未尽，肯定是有目的的，虚伪的。大家读完这段经文，用智慧思考佛所说，千万别学习这位师兄的奉亲样子。佛说众生的本性非善非恶，在未觉醒之前，处缘即会显现善恶的习气。因对生命本质的错误认知，为了保护自我变得恐惧自私，众生也有善的一面，否则娑婆世界无量无边的菩萨们从哪儿来？无量无边正在享受善报的天众又从哪儿来的？他们都是娑婆世界大善的代表。所以佛弟子在人道闻恶生恶名，不管是说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马上警觉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佛给小乘弟子们的功课中有37菩提道品，包括有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各八正道。其中四正勤即是：一、未生恶法令不生；二、已生恶法恒令灭；三、未生善法令出生；四、已生善法令增长。其他的菩提分可在异动门学习佛法中了解一下。四正勤是大家了解自己以及众生恶习后应秉持的正确态度，以及勤奋修习的功课。我们接着看原经文。二、娑婆世界众生的五恶、五痛、五烧与因果轮回。佛告弥勒：五欲汝等世事五恶勤苦若此，五痛五烧辗转相生，但作众恶不修善本，皆悉自然入诸恶趣。或其今世先被殃病，求死不得，求生不得，罪恶所招，世众见之，身死随行入三恶道，苦毒无量自相交然，至其酒后共作怨结，从小微起遂成大恶，皆由贪着财色不能施惠，痴欲所迫，随心思想烦恼劫富无有结矣。后己争利无所醒悟，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已磨灭，身作劳苦，酒后大聚，天道失章，自然纠举，刚为罗网，上下相应，穷穷终终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我们先把这段经文翻译成白话文。佛陀对弥勒说道：我对你们说，这个世界的五恶，众生无休止的辛劳痛苦达到无此地步，五痛五烧辗转相互升起，人民只做各种恶事，不愿修善行功德，然后全都自行进入各个恶道受报，或者他们今世先要遭受祸殃病痛，求死不得，求生不能，都是罪恶所招致的果报，显示出来让众人看到。生死之后，恶报随行，堕入三恶道，
堕在三恶道中本已经痛苦毒害无量，但恶道中的众生还有互相加害对方，导致久远的时间后共同形成怨恨死结。人们从微小的恶业开始，渐渐成为大恶之果报，这全都是由于贪恋执着于财物美色，不能施舍给予，也没有放下的智慧，被愚痴欲望所逼迫，随本能的欲望起心动念，念念被烦恼捆绑束缚，没有解脱情执的时候，后代自己只顾自己的欲望满足，与人争夺利益，从不反省自己付出过什么，也不吸取经验教训。富贵荣华之人只图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从事行善积德之事，过不了多久，当威势减弱或消亡之时，身心便遭受劳苦之罪，而且随时日不断加剧。天道有章有弛，善恶终会自己被辨别出来，给予相应的报应，犹如钢为罗网一般，上升和下降都有相应之处。穷穷孤独，松松恐惧，人们总将要进入其中。古往今来都是这样，痛心啊，真是值得哀伤。这段经文是佛对这世界众生的五恶、五痛、五烧的总结。这世界众生因为恶习不改，故在因果轮回中遭受巨苦，即使活着时因疾病的痛苦、富贵荣华的失去，都也在彰显恶报的苦难。众生其实都在苦海，三恶道犹聚，但恶道中的众生却并无互相怜悯之心，还有互相加害对方，导致久远的时间后共同形成怨恨死结。我们是人类，其他道我们不知，但对于人道众生的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现在是科技发达的文明时代，但我们的恶习似乎并未改变多少，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伤害仍在继续，甚至超出了佛说的程度。很多众生也因自己的恶、别人的恶忍受得快崩溃了。解决办法是我们自己写勤杀盗淫妄，自尽其意，听闻佛之戒，获取正定，断本能分别，或修行忍辱，获取忍力，提升慈悲心与无畏力，并发往生极乐世界之愿。佛说完娑婆世界众生的五恶、五痛、五烧及因果轮回后，说自己非常哀伤，作为人类被佛向天众隶属我们的恶习、恶行，我们也需要静默一会儿，表示一下反省与惭愧。我们接着看原经文。三，佛在娑婆世界对众生的弘化。佛与弥勒世间如是佛皆哀之，以威神力摧灭众恶，悉令就善，弃捐所思，奉持精戒，受行道法，无所为失，终得度世弥还之道。佛言：如今诸天人民及后世人得佛经语，当属思之，能于其中端心正行，主上为善，率化其下，转相敕令，各自端守，尊圣敬善，仁慈博爱，佛与教会无感亏负，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无量忧怖苦痛之道。汝等于是广执德本，不恩施惠，误犯道尽，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转相教化，为德立善，正心正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无为自然，皆积众善，无毛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为善者多，为恶者少，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间多恶，无有自然，勤苦求欲，转相期待，辛劳行困，饮苦食毒，如是恶物未尝宁息，
吾哀汝等天人之类，苦心毁誉教令修善，随宜开导授予经法，莫不成用，在意所愿，皆令得道。我所游旅国邑秋具，米不门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佛言：我哀悯汝等诸天人民，甚于父母念子。今我于此世作佛，降化五恶，消除五痛，绝灭五烧，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生无为之安。吾去世后，经道见灭人民谗伪，复为重恶，五烧五痛还如前法，酒后转聚不可悉说，我但为汝略言之耳。佛欲弥勒：汝等各善思之，转相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于是弥勒菩萨合掌白言：佛所说甚善，世人识耳。如来普慈哀悯，悉令度脱，受佛重会，不敢为师。我们先把这段经文翻译成白话文。佛陀对弥勒又说道：世间的情况就是这样，诸佛都为之感到哀悯，以威神之力摧毁灭除众生各种恶习，让众生全都向善，令众生断离本能的恶念，奉持经法戒律，受持修行菩萨道，安住佛的教化，无所委失，总会获得诸佛的大涅槃境界，从轮回中彻底解脱。佛陀说道：现在诸天人民以及后世之人，闻听到佛的开示，应当认真反复思考，能在五痛五恶五烧之中端正身心行为，主上做善事为表率，教化他的丞相，这样层层辗转，犹如发布命令，令每个人各自端正行为，遵守道义，遵从圣贤，敬爱善法，仁慈博爱。佛教诲的话语不敢亏负，应当追求从此世界轮回中解脱之道，拔除生死，断绝众恶的根本，永远离开三途无量烦忧恐怖苦痛的恶道。所以你们应当广修功德，布施智慧与众生，不要违反戒律，忍辱精进，一心圆满自己的智慧，转而教化他人，积德行善，正身正义。在我们这个世界，吃斋守戒，清净一日一夜，胜过在无量寿国一百年做善事。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无量寿佛的国土无为自然，天人全部礼及善行，连微小如毛发的恶都找不到。在这里修善十日十夜，胜过在他方诸佛的国中一千年做善事。为什么是这样呢？他方佛国之中，做善事的多，做恶事的少，福德果报自然感召，没有造恶的地方。只有这个世界多恶，无法形成自然感召的福德，辛勤劳苦追求欲望满足，转而互相欺诈，心思劳累，身体空乏，众生就像在饮苦食毒，这样的状况从来没有清晰过。我哀悯你们这些天人之力的众生，苦心教诲，用种种比喻解说，教导你们修习善法，根据你们不同的根器开示教导，传授经典法门，是闻听学习佛法者没有不受益的。我根据你们的意愿，全都让你们得到。佛所游历经过的国家、城邑、丘陵、聚落，没有不蒙受佛法教化的。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应时而至，灾害瘟疫不起，国家丰足，人民安乐，兵戈没有用武之地，崇尚道德，心胜仁爱，重视修身礼让。佛陀说道：我哀悯你们这些诸天人民，程度胜过父母顾念子女，
谢今我在此世作佛，降伏化除五恶，消除五痛，绝灭五烧，用善来攻恶，救拔生死之苦，让你们获得五德，上升到无为安乐之地。我去世之后，佛所有的开示与解脱轮回的方法逐渐消亡，人民谄媚虚伪，又会做各种恶事，五烧五痛还会像以前那样，久远以后转而加剧，说也说不尽。我现在只是为你们稍微说说而已。佛陀对弥勒又说道，你们各自要认真想想，转而相互教导训诫，按照佛的经法来行事，不要违犯。于是弥勒菩萨合掌向佛陀敬言，佛陀您说得很对，世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如来绝不施予慈悲哀悯，希望度脱所有众生。我们现在承受佛陀再三的叮咛教诲，绝不敢违犯忘失。以上一段经文是在佛总结了娑婆世界的五恶五痛五烧五善后，又谆谆告诫大家一定要相信因果报应，断恶修善，用善来攻恶。而且说正因为娑婆世界众生有恶习，成为巨苦之地，如果有人能在此世界正生正义，吃斋守戒，清净一日夜，胜过在西方极乐世界一百年做善事，在这儿修善十日十夜，胜过在他方诸佛国土一千年做善事。因为极乐世界无恶，他方佛国中恶极少的缘故。而且佛说其他世界做善行，福德自然而来，而我们这个世界因多恶，无法形成自然感召的福德，欲望的满足都需要辛勤劳苦，即使是在善报的享受中，有时也痛苦。听闻到佛的开示，我们大家现在既然都在娑婆世界，如果有条件选择作恶或是行善，那为什么不赶快改正自己的习气，节制自己的欲望，发心做一切利他的善行，功德大啊。但如果有佛在此世界出世，一定要珍惜诸佛的教化，随佛学习，信受奉行，尽快从轮回之中解脱。释迦牟尼佛还说，如果他去世后一旦实教渐渐灭尽，人民的恶习也会逐渐加剧。我们现在处在释迦牟尼佛教化的末法时期，我们无法想象在佛正法相法时期的人类是否比我们更善良正直。历史的记载中一直有战争、瘟疫、种种天灾人祸，甚至有宗教门派之间的争斗与残害，人类的种种丑恶残忍是读历史时令人明理，也令人沉重与伤感。但佛这样说，我相信是这样。现在科技信息发达，看上去人类好像生活更幸福了，但人类的痛苦烦恼却一点未解，反而更甚。从因果报应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恶习更重的缘故。听闻这部经的大部分是修行佛法者，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善男子善女人，每天持戒持斋，放生布施，闻法修行，似乎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行善，但很多人也活得不开心不喜悦，那一定要反省自己在做善行时是否真正断恶，内心潜伏的恶念恶行是否在做种种善行时仍然炽盛，而且在做善行时是否还在念念算计得失，甚至为求名闻利养，为了求别人的信任，用表面的善行来掩饰内心的目的，而内心的邪恶却在善行的掩饰下，在别人的随喜赞叹中恶习反而加剧。其实人道很多人甚至修行者都会犯这样的错误，虽然行善但却不觉照
克服自己内在的贪嗔痴慢恶习，即修善不断恶，最终导致恶报成熟，自己又怨天尤人，说好人怎么没好报。而每个人的恶习都是生生世世轮转累积而成，要想马上觉照到就能清净较难，需要不断的觉照反省改正，而且还要发大愿，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人才能忍受一时改正恶习时的痛苦与患得患失。有时一个人想改正一点已熏染的较重的恶习，就如戒毒，如果戒毒者没有正知见、正确的人生观、对生命的清醒认知以及戒毒后美好生活的憧憬，如果他心中觉得生命没意义、生活没方向目标，怎么会戒掉呢？也许暂时在一定环境中强迫戒掉了，但看到毒品及触缘时马上毒瘾就犯了。如果因犯了却不能觉照克制再吸毒，这样辗转反复，毒瘾也会愈来愈重。但有些人虽确立了生命正确的方向，但毒瘾犯了时痛苦的程度直接摧毁了这个人的觉照力与意志力。所以有佛出世，随佛学习，在佛法正知见的加持下不断觉照改过，修习禅定力等等，才能与自己以及这个世界的恶业抗衡。综上所述，释迦牟尼佛以弥勒菩萨及欲界天咒为对基，较详细的阐述人类的颠倒梦想、习气欲望，是大众明白了我们娑婆世界聚苦之地是怎样形成的，以及佛为何劝大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好比有一家父母，虽然家中贫穷，但父母对孩子忽然夸另一家特别富有，希望孩子去那个家中享受快乐，并且还有美好前程。孩子虽对这一切心生向往，但却心中会疑惑，为何父母劝自己去别人家？难道父母嫌弃我们了吗？不愿意养育我们了吗？所以父母应解释为何要这样做的理由。还有孩子也会疑惑，为何我家中会这么贫苦，别人家会那么富有？是我们的父母福报不够，或者功德不圆满吗？无法为我们带来富裕与快乐。所以父母也需解释，这个贫穷苦难是由于孩子们自己的恶习与懒惰懈怠等造成的。孩子们如果能听父母的话，改变习气欲望，这个家庭也能像另一家那样富有快乐。孩子们听了父母的解释就懂了，要想离苦得乐，就需修习解脱道，而且去父母推荐的地方修行会更好更快成就。这样就带着父母的祝福心安理得离家，去父母推崇的地方进修学习，以求有一天回报父母之恩，帮助其他兄弟姐妹也获得安乐。佛说以上内容也是如此，说人类种种恶习只是让我们了解娑婆世界为何成为聚苦之地。佛为何帮不到我们，是因为大家执着自己的杀盗淫欲望习气不愿改，甚至不信佛说。佛没想到这些，心中也不胜哀伤。弥勒菩萨了解佛的用意，代表六道众生感恩诸佛不舍弃我们，感恩释迦牟尼佛来此聚苦之地示现成佛，教导度化陷入自己的恶习与轮回苦难中的众生，令会众众生不会对释迦牟尼佛以及此经中所开示的一切生起疑惑。从此处大家可以看到大菩萨们是怎样辅助佛说法的，他们有时只是做佛的对机听众，而后听懂佛意，说出自己的见地，从侧面完善并肯定佛的开示，斩断众生疑惑。他们有时也会问一些问题，但并非是他们自己不懂，而是待会中众生及时提出疑问。
如文中阿难的提问，弥勒菩萨的对机回答，都让佛的开示更丰富圆满。所以大菩萨们诸佛说法，并非只是自己带一帮弟子在某个地方讲法这一种形式。娑婆世界如此巨苦恶劣之地，释迦牟尼佛以及无量大菩萨乘愿再来，普度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告诉大家解脱轮回、离苦得乐的方法。可以说，这个世界的菩萨们都是身披铠甲的勇士，如地藏王菩萨，还要去此巨苦之地的恶人最多、苦难最重的地狱道去救度众生。故佛在经文前面赞叹了弥勒等大菩萨们在此世界修行菩萨道，自利利他，实为这世界大善，而且功德与定力已在十方世界无可匹敌。现在佛谈娑婆世界众生心行的恶习环境，告诉菩萨们不仅要在娑婆世界珍惜精进修持佛的教义，而且要带头并率领自己的弟子以及眷属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安乐的生活中急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而每一位娑婆世界正在苦难中的众生，闻听到佛对西方极乐世界与阿弥陀佛的介绍以及往生方法，应像在贫困潦倒跌沛流离中忽然中了大奖横空出现的富贵，例如身陷万丈淤泥无力自拔时，佛伸出的强有力的救拔之手，令众生横出所轮回之道。故大家要珍惜佛说，意念阿弥陀佛，意念他的名号，意念不只是口中念佛号，心要多了解诸佛的智慧功德，了解阿弥陀佛的事迹，了解熟悉西方极乐世界，这声名号才能由念入心，篆刻在心底，永生不忘。